林小姐。我琴日收到你哋總統嘅 email， 佢好客氣啊，佢話佢保證會當我女王級咁招待。你講得冇錯，林小姐，總統會親自到機場接你。你願意為我哋國家投資天文數字嘅美金，而我哋國家為咗作出答謝，都會準備一隊3000人嘅軍隊，全權負責你嘅人身安全。我保證，冇任何一個人可以動你任何一根頭髮。Thank you very much. Of course, that's what I'm here for you.It's been a pleasure meeting you. Thank you so much.你架直升機幾時到啊？唔使擔心啊，冇人追你。徐國賢，我哋一齊走啊！我覺得我需要同你坦白。其實我覺得唔需要同任何一個人去交代，除咗你。我是卧底，我是警察。我知道，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只是相信你一个，
我知道，就算我做错事犯咗法，你或者会拉我，但你绝对唔会伤害我，亦都唔会俾其他人伤害我，因为徐国贤系会连自己条命都唔要，都要保护我，系咪啊？佢系喺游艇，太子同我讲。他说你是卧底，他还说帮我解决你，所以我一枪杀了他。走啦！既然你决定唔到嘅，我帮你决定。由呢一秒钟开始，我哋到此为止。朋友你哋好 ，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而家无论系透过网站或者系 TVB Anywhere Plus 嘅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嘅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系我哋用户嘅朋友，就快啲 scan 呢一个 QR code， 同我哋嘅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！各位 APM 的观众，我是有份演出反黑英雄的傅佳妮，啲精华片段是不是很正呢？快啲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欢乐 APM channel 啦，收看更多 TVB 内容。